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哎，作死技术哪家强啊？这个老夫打得一坨翔，哎，今天我这个渣技术逗逼啊啊，来看一下这个 CODOL 里面的这个武器，哎，我叫汪先起来了啊，大家不要理他。好，这个今天咱们要看的是 MC1。来说到这个玩意儿啊，它的前身就是这个 M16， 它是在这个月上啊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你们懂的，哎，美帝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阳痿了的那个年代，哎，这个 M16 啊，它这个是非常好，但是问题是故障率也非常的高啊，这个枪膛藏污纳垢啊，容易卡壳啊，各种东西啊啊，导致这个美帝人民居然是直接丢掉了自己的 M16 啊，把这个毛子们的47给捡起来了啊，这尼玛啊。然后 MCE 啊，正是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改良而形成的，其绝大多数配件都可以跟同系列的枪支互相交换。哎，它拥有这个短小精干的枪管啊，出色的威力与射速，几乎成为了美帝人民的标配，但也成为了3亿，你懂的。啊，顺带说一下，这个 AK47 啊，就是某个毛子发明的那个。非常的牛逼啊，他牛逼到什么程度啊，他也成为了3亿、你懂的啊。好了，咱们来看一下 CODOL 中的这个 MCE 啊，因为这个科尔特呀、吃喝嫖赌欠下了3.5亿，跟着他的小姨子跑了。我们不能拿着枪给员工开工资，否则员工就会拿着枪找银行开工资。所以我们的良心呢大大地有了。MCE 现在免费了啊，有开不了工资的嘛。拿一把去吧。注意一下，这把枪是可以经过玩家自己改装的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老夫的测试号虽然是满级的，但为什么有些24级的他喵的我居然不能解锁不能用？这简直是好吧，我忍了。然后个人这个觉得呀，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配件就是那个可能会影响弹道，比如说啊，它这个可能会上扬或者下沉，比如它会增加或者是减少射程啊。也或者是增大后坐力的，这个是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说有些配件加了之后它会影响威力，那么它这个直接就影响你的杀伤力了嘛。然后至于其他的那些什么，比如说瞄准镜这些，个人觉得其实并无太大的一个变化了啊，只是个人的一个瞄准喜好而已啊。当然我玩这个游戏也不久，这个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啊，望大家这个赶紧喷我呀。刚才谁在说话啊？外星人经过干扰你们脑电波了啊。买件西装三万八，我去万年买双 New Balance 2800，我对公馆坐到树林倒到两百八，我算嘛你要来胖嘛来巴苏巴，我要买一支大哥大28000，我去买一件买到底是 T11800，我去刷过看了一包卫生纸，讲得98000了，以前那多。啊，所以说我建议啊，这个正常情况下还是都要使用精确瞄准，这样好一点。看我这个单发啊，双连击以及三连击。他这个弹道，反正个人感觉10米、15米的时候其实都还行了，他比较远的时候可能你多连击的他这个弹道会比较歪啊，大家都看到了吧。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真实弹道的这个情况啊，如果说不精确瞄准的话基本上那个门都框不住啊，你们发现没？哇靠啊，这个只是一个训练场啊，咱们可以不用管他们。啊，咱们用金属瞄准啊，来试一下，先找个近距离。对，你们感觉弹道有动吗？我怎么感觉就一条线？那就看这个枪的稳定性还比较好啊，我们稍微远一点。啊，哎，这。
啊，看来这个枪一旦使用精确瞄准的话，它的这个弹道是非常非常的稳呐、啊。啊，那、好，那这个关于这个实际的弹道啊，大家也是知道了。啊，好，咱们现在来进行一个实测、啊。由于这个，不知道为啥啊，体验服里面人似乎很少嘛。我只有到这个里面来试一下这个实际打架。哎呀，我操，你们逗逼出来了！他别把我打成逗逼啊！太好了啊，我把他们打成了逗逼。哎，这个枪啊，牛逼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哎，你还屌，你还跟我屌，哎，后面躲了个人，啊，你出来，哎，射死你，啊，你看这个用精确瞄准，哎，打爆你的裤裆，哎，啊，往二里的蛋蛋，不对，这个是 RF， 然后这里是可以啊获得一些补给，哎呀，哎你妈，大家也是要留意这个小地图啊。他们撤退了，检查装备和弹药。啊，他这个是成几波次的，其实这个玩到后面的话还是要人多才行啊，一个人根本应付不过来啊，咱们看，哎呀，又要来一波人了，我好怕呀，接下来会有什么呢？哎，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不要吓我啊，红外线扫描显示敌方军犬，啊，呀妹的，有狗啊，救命啊。哎呦，我跟你们讲啊，使命玩过使命召唤的人都知道呀，里面最可怕的三样东西，手雷、枪托子啊，狗，一不小心他就搞死你啊。哎呀，颜面的狗来了，不要啊，我这个我家王轩看着我如此不正常的神情啊，他很奇怪的望着，哎，你们不要打我啊，是吧？哎呀，我操，我好牛逼啊，我太崇拜我自己了啊，把他们一帮人都打成逗逼了。咱们在里面看看新的一波，估计到了后面会越来越难啊，所以说这个反正我今天玩的时候，我匹配其他模式匹配了好久，体验服里面都没人，哎呀，这个简直是不要不要的，哎呀，我这么多人啊，我操，他穿了什么啊，他穿了阿迪王，哎呦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，救命啊，不要打，打我没有小鸡鸡，我跟你讲，你我忘记你练了葵花宝典的，哎，你个不要脸，哎呦，我操，天上飞机来了，赶紧躲进来啊，这个要被飞机掉的，这可怎么办，好啊，快上啊，一群逗逼冲进来送你，我错了，哥，不要打，你没啊，看我打死你，我操，他什么身法，跳到哪去了，看不见了，哎呀，我就被打成逗逼了啊，麻蛋，哎呀，好吧，那么咱们这一期的这个枪支测评呢啊，就先到这里啊，这个大家有什么建议啊，赶紧提啊，因为老夫这个着实是个新手啊，那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再见。